老婆，干嘛？走，村长的甘蔗可以砍哦。我才不去，每次你都把我抛弃的。我彭佳佳是这种人吗？讲这种黑话，快点走。哎呀，那条那么小，这条啊，这条粗，这条长，真的是。哎，这条大，不是这条，这条粗一点，这条啊。你这么多废话，你下来砍啊！还有，你拿了这把刀，你叫我怎么砍？哎，我长得这么好看，我怎么下去砍啊？真的是，不是你要砍甘蔗吗？快，这条。啊！嗯，太硬了，给我刀。嗯，人呢？美女，你偷我家甘蔗是吧？我说没有，你想起吗？你长得这么美丽啊，不用偷。以后你不要跟你老公了， What? 跟我吧。啊？这整片甘蔗都是你的，以后。真的吗？那当然啦。有人。Huh?